好，主裁判康格吹响了上场开始的哨音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6轮，广州恒大淘宝在主场与北京人和的较量。郑林原来在先看这个球啊，打一战术，战术角球发前点，应当说后卫反应还是比较快。好球啊，漂亮，4分23秒，漂亮的鱼跃头球攻门，来自郑龙，这是郑龙赛季第一个进球。这个球啊，没错，二点，这打了一战术，马上又来了一个二次进攻，角球战术破门能力啊，恒大是真强。再看一下啊，打一战术，啊、左脚兜起来，再起来，蹭，没有越位，对，郑龙没有越位，没错，禁区内确实漏人了，但是恒大这个角球战术打得非常好，是这样，是吧？一点首先抢下来了，然后蹭到远点这个位置，这个你要想再防其实是比较难，很难很难。对，球未过半场啊、已经丢球了。这边陈杰用上了一个死缠烂打的方式啊，保利尼奥，保利尼奥说其实我最不怵的就是这个。同样是战术角球啊，这次是郑龙，这个打得很巧，挑起来，于汉超、郑龙，这两个国产边路快马，这是在内部做了一个配合。没错，光定位球这个，实际上就拿了不少。对，他的一是拿了不少分，实际上他已经助理教练用了大概有接近小2年的时间，琢磨定位，在琢磨这方面，啊，所以他那届比赛打的，为了一届大赛，哎，对，好久没看到李学鹏这样的冲刺跑了啊，真是带劲。没错，李学鹏打印度那场比赛首发啊。还是边，大乌龙啊，饶伟辉，18分钟乌龙出现，恒大2-0领先，这个接近底线处这脚传球啊，速度是够快，没错，解围是非常难，对对对，你要是一个右脚，这个球呢正对着来，把我这个球往哪打都没问题，对，但是左脚队员处理起来是很别扭，再看一下啊，再来看啊，一点解围不干净，就这一扛非常关键，对，这是郜林的经验，再看起来，这个呀，当然门将那一下扑了，对吧，扑了这一下呢，实际上也晃了一下饶伟辉，是这样，对吧，一个你看这个球还真没辙，你这就相当于砸在左脚上了，是这样，古斯托，他那会儿去马竞呢，是因为原来的他的，看看啊，有没有越位？没有越位，大门球进了，28分钟，高里尼奥，我天，这造越位失误啊，联赛的第11个进球，没错，小区域的一些配合呀，仁和打得不错，是吧？他就想通过这种小配合，迅速能切到底线，对，阿兰已经启动，球也到了脚下。后卫先捅了一下，饶伟辉。主裁判康格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，上半场比赛广州恒大迎来了梦幻的开局啊！开场5分钟，郑龙鱼跃头球破门，帮助球队是先声夺人。主裁判吹响了下半场开始的哨音，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6轮，北京人和客场挑战广州恒大的比赛。他怕比赛太开放，节奏转换太快的话，对对对对，体能不能吃得消，对吧？好，漂亮射门的，但冯可林拖把，郜林。北京人和下半时啊，开始确实他要急于攻，是吧？他整个的队形往上推得非常大。但是他这样，这北京人和好一点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加西亚教练给他带的是，就是过全攻的时候，实际他防守并不弱，对吧？丢球反抢，而且三条线捏得非常紧。对，好的，曾诚。其实打叙利亚的时候，曾诚发挥真是不错。没错，底座稳了，然后呢，就是不是那种像过去那种，直接的压迫就太漂亮，漂亮了，这个。无限球拉得真是精彩，于汉超59分钟，恒大3-0，最低消费要来了。估计吃完饭的时候跟阿兰可能会聊聊。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这一脚，阿兰说我那是左脚，右脚我也行。但是于汉超打进了赛季的第4个联赛进球。对对，这个球我觉得这周应该能算上最佳了。是的，真是漂亮，而且他打的是底角。对，你看下坠，一个下坠。
哇，张烈已经完全展开了，没有碰到皮球。于斌跟上的慢了一点，于汉超这一下还是独门秘技，对，没错，撞柱而入，撞柱而入。地足的球员啊，身上还真是防着这个，你必须得防着这个。是的，郑龙、保利尼奥、赵林。哎呀，还不是他打，哎呦，哇，漂亮！63分钟，是李学鹏定位球直接破门。啊，郑龙的左脚啊，郑龙的左脚。你看，也是有一个战术，所以我说今天啊，这个你别说这准备期，这卡纳不是准备期，就是这次国际比赛日的这两周，卡纳瓦罗还真是在定位球练了不少，真是练了不少，练了不少。嗯、这个就包括这个定位球之前的。配合那俩人也真是全情投入。19岁，好的，哎，这两个人玩得很爽啊，都会。嚯、哦！哇、哦，5-0，68分钟，保利尼奥，保利尼奥。像这种机会，如果再打不进去，就有点说不过去。对，就这样。15场联赛11个进球，外加5次助攻。保利尼奥，你说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后腰队员吗？他就是9号，不穿着9号吗？对，直接当前锋使。其实两个人之间，这已经是这次进攻当中两个人传的3次。过的这下呢很写意，对吧？另外一个中卫再扑过来，然后球出去了。这中卫不扑啊，阿兰这个球还真是得犹豫一下，对，是吧？对。进入，别提前进入场地。哎呀，还真没打，打在立柱上了。因为什么呀？时间太长了，我觉得时间太长了。快反也是3到4脚球到了禁区了。嗯，有这个球，张烈完全不反了。嗯，是。哎呀，横球自己。是啊，没有压迫的情况下，横球出去。哎呦，还是来了。还是来了，晚了大概1分多钟，阿兰80分钟打进球队第6球，没能射门，角球投诉啊，是认为禁区内有手球，但裁判是给的角球。今天比赛给不给都可以。嗯，今天比赛的 VR 裁判是顾春寒。嗯，应该给了，我估计。嗯。给了点球了，还好。哦，漂亮！登场，89分钟扑出点球，都大弧线头球，漂亮！哇，90分钟定位球，这个球顶得漂亮，刘健顶，没有庆祝。这么远的距离，嗯，再看一下啊，顶得这么准。二呢，球啊，这个高度也确实是让登城没有办法。是，有一个抛线，哎、是吧？登城远点去。后退的时候是向右后方退，嗯，顶了一个反向，顶了登城的反向。因为再下一轮，11月3号就是打上港。也很难说有这个洗牌嫌疑啊，但反正最近两场比赛4个身背3黄都解决问题了。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